大家好，我是镜子。有粉丝留言说想要看小鸟，那我就做一只鹦鹉吧。你们有注意到我开头是两只鹦鹉吗？啊，是因为有一只我坐翻车了，最后另一只有了一个小伙伴。好了，还是看我们的教程视频吧。先做一根可以支撑鹦鹉的树枝，注意我们混色的时候身影的颜色尽量少一点，否则会消耗大量的白色。头部先搓出形状，再按出花纹。用黄色剪出羽毛的形状。再加一块白色，加上嘴巴、眼睛，再把头顶羽毛的细节加上去。最后加上它的翅膀，那么小鹦鹉就做好了。你能看出两只鹦鹉的区别吗？好啦，期待你们的点赞和关注哦。